云南福贡，彩云之南，孕育无限生机，滇池澜沧，流传万千景象。福贡县就坐落在云南高黎贡山之间的怒江峡谷腹地，怒族在这里世代聚居，这里也是20个少数民族的共同家园。得益于多民族融合，这里的民族服饰发展迅速，传统织布技艺手工缝制的服饰个性鲜明，色彩鲜艳，图案多样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通过手把手教授，让技艺得以传承与发展。织娘们用传统织布技艺手工缝制的同时，更加入了时代潮流元素，既凸显了民族特色，又满足了大众审美。这些服饰不仅传承了非遗技艺，更传递着福贡文化和民族之雅。